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MWC 5G商业对话沙龙上发言，和大家分享中国移动在杭州打造 5G 领先之城的创新实践，共同期待5G商业发展的美好蓝图。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匠心铸 5G 之城，创新啊，迎塑之未来。大家都知道， 2019年是中国 5G 商用之年，在这一系列的 创新实践中，我们的 5G 商业发展指标也是实现一路领跑。比如 5G 基站数超过2万座 ，5G 流量占比 65% 从以往的对 4G 的分流到如今的主流 ，5G 驻留时长占比 92%，5G 客户数 630万 ，5G 客户渗透率 60%， 工信部举办的 列界战犯杯中共获奖150项以上等等，这些指标持续保持这个全国领先。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5年来我们的探索和实践，概括起来就是5个领先：网络领先、技术领先、运营领先、应用领先，还有就是生态领先，5个方面。网络领先方面， 我们建设泛载 5G 千兆精品网络，规划先行适度超前的建设原则，是我们构筑网络核心优势的基础。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以上 5G 连续覆盖，以及重要园区热点区域行政村的 100% 覆盖。三个协同是我们保持 5G 网络 领先的关键。第一个协同是多频段协同强化网络布局，我们持续围绕700兆加2.6G加4.9G多频组网，在杭州主要人口集聚区，我们采用了2.6G网络作为基础覆盖，在城区热点区域，比如杭州西湖边的吴滨步行街，我们推进2.6G 加4.9G 的连续覆盖，确保热点区域的网络容量。在农村和乡镇区域，我们采用700兆进行广度和深度覆盖，以多频段协同强化网络布局。第二个协同是多场景协同，打造精品网络，针对亚运场馆关键交通枢纽，利用 分布式 DMMO 技术提升整体网络性能，针对居民区通过高低频分层组网，2.6G加700兆分层组网，分布式直抹微站部署，有效改善室内室外干扰，针对城乡区域通过4G 低频段设备升级，优先部署5G700兆网络， 提前完成工信部 5G 点亮乡村行动，做到乡村与城区同网同速。第三个协同是多手段协同构筑绿色网络，通过基站资源合并 CLAN 以及社会化改造等方案，推进站点极简化，依托网络能源统筹运行，部署6大基站智慧节能 技术分别是符号、官段、通道、官段、载波、官段、深度休眠、下行功率优化、节制休眠6大节能技术，持续来降低 5G 站点的能耗，每 GB 流量综合能耗下降 15%， 为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持续做出更大的贡献。第二个领先是技术方面领先，我们引领极致创新体验，一是 创新全球首个弹性自呼吸网络。今年杭州将举行亚运盛会，作为亚运官方合作伙伴，面对亚运会开闭幕式人员密集、需求集中的难点，我们联合华为在亚运场馆创新部署了全球首个弹性自呼吸网络，分别在看台区、功能区
集聚区创新实践分布式极限覆盖，可实现场馆容量从1到2.4倍的动态调节，进一步提升容量能力，确保覆盖无死角，容量有弹性，资源可调度，体验高品质。二是构筑泛千兆极致体验，泛载千兆指的是实现从室外千兆到室内室外泛载千兆，从城区千兆到城乡千兆，从热点千兆到全场景千兆，不断提升用户上网体验。一方面，我们率先实现 Meta AAU 覆盖应用，通过引入超大规模天线阵列，软硬件结合，创新智能算法，让业务信道波速更精准地指向用户，这个基站发射功率提升2 dB， 覆盖面积提升20%，基站能耗降低20%，实现了网络性能和绿色节能的统一兼顾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还推进部署三载波这个聚合，也就是2.6G 的100兆、2.6G 的60兆，还有4.9G 的100兆，全面提升网络速度。例如，我们在杭州最著名的西湖风景区断桥区域，利用 5G 三载波聚合的技术，在人流最忙时，下行峰值速率啊，能够从1.6G 提升到3.8G， 较聚合前提升超过2倍。三是打造全球领先的 BONR 语音感知，我们率先发布了 5G 独立组网 SA 云网络，在此基础上又率先商用 5G 新通话 BONR， 实现超低通话时间、超高音质、超清画质，为用户带来沉浸式、交互式的全新沟通体验，打造了全球领先的新通话感知。第三个领先是运营领先方面，我们创新 5G 流量占比提升策略地图，聚焦机、套、网三大要素，落实推进9项举措，打造一个精细管理的辐射图谱，持续做大 5G 用户，做强 5G 业务，做高 5G 驻留，推进从 5G 分流比到 5G 流量占比的升级转变，链子并重，加快 5G 发展。第一个要素是机啊，用灯网力来衡量，包括宣传造势、智慧销售、落实攻坚、用户关怀4项举措。第二个要素是套，用流量增长系数来衡量，这个包括套餐的升仓和精准叠加2项举措。第三个要素呢是网，用流量驻留比来衡量，包括攻坚覆盖、夯实基础、精耕质量3项举措。最后制定了五色图谱，动态反映区域 5G 分流比情况，通过谱色识别、细分网格、根因定位、分类施策、效果评估5步法，形成区县级范围的或者网格级范围的五色地图，滚动解决覆盖区域，精准拉动 5G 流量占比的提升。第四个领先的是应用领先，我们以 5G 加赋能千行百业数字结变。中国移动杨杰董事长强调，大力发展 5G 是中国移动推进两个新型的关键基础，也是赋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。当前中国移动正加快构建连接加算力加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，集结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再造、社会民生数字升级、这个新兴业态数字融合，不断引领满足创造多样化的行业需求。基于卓越的 5G 加算网能力，中国移动呢在杭州打造了覆盖各个领域的应用标杆，在 5G 加工业领域联合紫光恒越、吉利汽车、中策橡胶、
老板电器等多个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推进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和外垒工厂，在 5G 加医疗领域与浙大附属医院等强强联合，首创国内首个 5G 空天水路一体化院前急救体系和 5G 数字化神经外科空中手术室，为百姓生命健康和亚运医疗护航。在 5G 加教育领域，我们与浙江大学十余所高校签署 5G 战略合作协议，并在浙大和浙大城市学院率先规模部署 5G 全国首批这个 5G 双域专网、 5G 加边缘计算的专属校园安全网络，直接跨越 VPN 拨号等传统复杂的流程，在高校师生呢更便捷更安全的访问校园内网的。那么 5G 加文旅方面呢，我们与杭州市文旅局联合推出首个城市文旅数字人韩小乙，在真实和虚拟空间为游客提供更具亲和力感染力的智能化服务。离杭州市区150公里外的淳安县有着世界最大的千岛湖，我们与中国美术学院联手打造月光之恋 5G 加观影艺术应用，这是首个 5G 全连接夜游岛的应用，可以岛上游客真切体验到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景。 5G 加亚运九月呢即将迎来州亚运盛会，作为亚运官方合作伙伴，我们全程参与智能亚运金名片打造，在王龙体育中心等多个场馆实现了包括 5G 新通话、 5G 加 8K 直播、元宇宙场馆等在内的多项应用创新。此外呢，我们的 5G 应用创新已经覆盖了多个行业领域目前累计实施案例超过300个，这个历届工信部战犯杯获得奖项超过150个数量和质量保持全国领先。第五领先是生态领先，我们打造了139冰型生态模式，我们锚定现代产业链链展的定位，既要战略圈地也要战术耕地。战略圈地层面我们重点建设了139的生态底座，一就是打造了产业联盟，早在2018年我们就发起成立区域产业联盟，共同揭幕杭州 5G 之城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与杭州全部13个区县政府以及呢10家行业龙头企业、20个特色小镇完成 5G 战略合作签约，并层层下沉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 5G 签约合作，全方位构建资源共享、生态共生、互利共赢、融通发展的 5G 新生态。三呢，就是建成了三大创新基地，也就是中国移动 5G 联合创新中心、中国杭州 5G 创新园、中国杭州 5G 创新谷，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推进 5G 信息共享、产业交流、市场推广，全面推动 5G 产业发展。九呢，就是形成了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、 5G 专网运营等9大行业平台能力全面赋能应用创新。在战术耕地方面呢，通过139生态底座，我们有效聚合了5横18纵的行业伙伴，在智慧城管、智慧园区、智慧交通、智能制造等应用领域呢百花齐放，输出 5G商用的创新成果，实现了多个首次、多个第一的这个突破。面向未来，杭州移动呢将继续携手产业伙伴来协同创新，共同点亮双万兆之城，重点孵化三大新兴产业，分别是人脸、物脸、车脸。在人脸产业方面，我们致力于推动这个 4T 体验2D到3D 沉浸交互体验升级。物联产业方面我们已经联合了智慧电力和智慧安防两大行业，完成了Red Carpet 技术商用的试点，其中呢联合华为开展智慧电力的试点，也是全球首个 5G 加
电力场景的 Red Carpet 的端到端商用的试点。那么测试结果证明呢 Red Carpet 将有望成为呢电力无线业务的标配。车辆业务方面，这个结合亚运会呢，我们打造了具备通感一体能力的 5G 杠二亚运精品体验网、高光展示车辆、黑科技、智能亚运领域的应用。最后呢，我们期待大家一道共创 5G 美好生活，共赢数字精彩未来。谢谢大家。